现在我是做一段视频，首先看一下，这是树莓派，我接的一个树莓派接了一个步进马达，然后为了让它能够工作，我就简单的接驳了一下，这些是它的基本的一个，反正乱糟糟的，具体的我会在论坛上标识出来的。然后那上面还有个树莓派，是接了个无线摄像头，不是无线摄像头，树莓派的标准摄像头。好，这是我的 iPad。我已经连上去了，好，现在看一下，按下回车 return。步进马达就运行起来了，调整一下序列，这个0123是正转，那3210是反转，看一下，就是顺时针对吧，好 Ctrl 加C 中置，刚才摩托3210是反转，那0123我们看一下，逆时针是不是啊？逆时针旋转，再来看一下3210。顺时针 OK， 那有的朋友可能想看一看代码是到底是什么样的，我写了个视角脚本 AT 马达